大家好，我是小杨啊。今天呢，给大家介绍一款给客户定制的头层鹿皮的雕内胆的马甲啊，是一个坐实的马甲。外面的话采用的是两片装两个拉链口袋，YKK 的拉链啊，这个也是 YKK 的拉链啊。当然可以选用更好的六拉链啊，左右分割的一个马甲啊。这个可以外穿也可以内穿啊，当然这个戴帽子的一般都是外穿的啊，前面就是这样的啊。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款式其实以前也做过一个立领的马甲。摆成了这个帽子，下面是一整片的啊，下面是整片皮的，然后上面是一个厚服饰啊，然后就是一个连帽的休闲马甲啊。这件的话胸围还是比较大的，我穿比较大，这次就不穿了啊。大概有120的胸围，适合170-180斤。如果你要贴身穿的话，其实180斤左右，170斤到180斤左右能穿。如果是要外穿的话，可能150-160斤也能穿啊，就喜欢宽松点的话，马甲就是这样一个款式啊。里面的话，我拉开来看一下啊，一个银蓝调的内胆啊，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银蓝整雕的内胆，这个是正常的雕内胆啊，所以说没有那种短二毛的好，但是这个绒也是非常足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绒，我靠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看这个绒啊，还是非常，虽然真毛稍微有点长啊，但是绒还是非常足的啊，这种的话性价比高一点啊，啊，里面也开了一个 YKK 的这种拉链的口袋啊，这样实用一点。大家如果喜欢更好的话，可以选用那种短二毛的，或者说是什么蓝宝石的貂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垂貂啊。当然价位也不是很便宜啊，毕竟是定制的嘛。就是这样的一个马甲，但也可以做成立领的。以前我们做过一个单皮的立领的马甲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马甲就给大家看到这里啊，介绍到这里，定制的鹿皮的貂内胆的马甲了。